早上好，兄弟们，看这一网龙虾都趴满了，天哪！哦，那鱼都被吃掉了，看，泥鳅也被吃了，一大包。马上六点直播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今天早上的收获，然后这边是龙虾，看一下早上的黄鳝，然后是70多条网的收获，大概有3-4斤啊，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有半斤以上，这个漂亮，这个大，应该有4斤啊，四斤多这个样子，今天调的都非常漂亮，都非常漂亮，今天调的都非常漂亮。咱们点点关注，明天早上咱们每天都是6点直播。